绳子，因为你是加拿大号嘛，所以在电影里的桥段都会有一些红外的这个分布，当触碰它的时候就会发动一些警报。成果啊，帅！墙上有很多的画，对吧？然后尤其是这幅，是不是特别的醒目？对对对对对。有四个。那个四个道具啊，别磕着了。还有那个雕像。成果啊，我害怕。别怕，别怕。我最害怕黑了。能让大家有信心吗？有有，来两来，一二三，有加油！黑暗屋马上开始。就是进去看。微微，你是博物馆的馆长，博物馆即将开门迎客，你先叫助手贾青和毛子俊进来帮你整理。来来，搭住我的手，对吧？太对了。哎，博物馆婆婆妈妈的啊，看得不是很清。哎，贾青啊，子俊啊，这个就是我精心布置的博物馆了。明天开始呢，它就正式对外营业了。好，哎，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啊，这个东西特别的贵重，千万不要乱碰啊。到一个台阶上了呀。哎，站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呢，实在真的是太淘气了。博物馆，来来来来来，改了，坐。走，这沙发是干什么？哎，小心！哎，说啊，嘉兴啊，有一个这个雕塑呢，实在是特别的脏，然后我们需要来擦一下啊。来，给你毛巾，接着啊。我接到了。我接到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！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是在那。在那个角落，进门右手边。刚才进来，我记得十秒进来的时候在那边。贾青，贾青，告诉你啊，就在这儿啊！不敢。哎！别，有这么多，贾青，别！哎，来，去吧，雕像擦干净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去吧。那你拉着我。拉着你啊。对啊。嘎吱都嘎吱都嘎吱都，别打。微微，你挑选一幅画让毛子俊临摹学习。等一下，过来了。哎，等我。来，我给你挑好了。来，别怕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哪有什么东西？跟你讲啊，是热。微微，你现在安排两个人一起去擦雕像。好像是在那个擦雕像，还拿着板干什么呀？你又不画画，你拿着板干什么？擦雕像啊？那我给你，你给我拿过去，师傅在这儿，去吧，给你拿着。刚才是在进门右手边，对，就这儿，好像是这儿。哎，啊，这是啥？还有其他馆需要打扫，你带着两个助理从侧门离开。